Hello，妹妹你好，你好你好，哇！你在干嘛呢？我要打水呀。打水呀？就是晚上能不能到你这边？啊？你都还不知道我干嘛，就直接就叫我进去了。你从哪来的呀？我从合肥来的。哦。有没有去过？没有。没去过。没去过。我发现你笑起来特别可爱。没有。真的。我就晚上能不能到跟你们一起吃点东西啊？嗯，可以。嗯，就做个客嘛。嗯，好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谢谢妹妹。这水要拿进去吗？水都放了，哦，不用不用，就放在这儿吧。你要做什么用呢？我要煮肉呢。好，煮肉。这么巧，那今天一直有肉吃了。Hello， 帅哥，你好。Hello。这是你弟弟吗？这是我侄子。你侄子？对。你多大了？到有侄子了？16。16岁。好，16岁就侄。你好，帅哥。你好。要用这只手来，这只手在忙。好，大哥是谁啊？这是我爸。啊，大哥你好，怎么跟你？怎么跟你？刚刚你女儿说晚上能一起吃点，可以吗？啊，可以的。可以啊。刚刚你女儿说刚好在煮肉是吧？嗯。那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那晚上一起刚好吃肉啊。我们是在那单边子听不懂汉话呢。听不懂，你女儿听得懂。要不要听个？对，她笑得好可爱。3%呢？3%。嗯。啊，你们家有几个孩子啊？5个。五个。嗯。啊，妹妹，你是老几啊？我是最小的那个。哎呀，你是老小。对。哇，那你上面那个是哥哥还是姐姐？我上面那个。嗯。是哥哥。哥哥。嗯。哦，上面四个哥哥。是一个姐姐和三个哥哥。哦，一个姐姐三个哥哥。那挺好，应该你是最幸福的吧？没有没有。相遇就是缘分嘛，啊。缘分。是啊，刚好路过嘛，啊。只要洗点可以，其实裤子只要没问题。好，没得问题啊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哥。坐着吧，你坐吧。这边天都黑了，刚好在这边遇到一个妹妹在这打水，这就可能就是缘分。晚上就在一起，在她家做做客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想叫我的小名吗？还是小名？大名太长了。叫星星。叫星星啊？对。是不是星星点灯的星星？是吧？是的，是的，天上的星星，懂吧？啊，怪不得我老远就看到了，知道为什么吗？知道。因为你是最闪亮的那一个。哇！带我一起去嘛。好。这是拔菜吗？对。哇，这谁的？活猪丢了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好嘞，哇，这都你家菜地啊？哦，这都你家的吗？你这个名字啊，太好记了，让人家一下就记住了，叫星星。星星点灯，刚好照亮你的家门。慢点啊，妹妹。好。哦，在那个青菜上。好嘞。拔点青菜。给我去。妹妹，我发现你个子好高。你个子挺高的。1.6米。这么小就1.6米了，我估计你能长到1.7米。是吧？1.7米太高了，可能长不了。希望你长1.7米，这啥意思啊？啊，妹妹，滚！哇，这猪是不是想跟我来个拥抱啊？你看看，跳下来不就把我砸到了吗？下次可以叫我哥哥，叫阿龙哥哥。哦，可以。星星，这房子都你家的吧？啊，是大户人家哎。没有。Baru jalan empat bulan yang lalu,
你说什么？要？那弟弟怎么你一个人吃啊？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我让他剥给你吃。啊，剥给我吃啊？对。谢谢弟弟啊！你看弟弟，他把黑的都吃了，把好的准备留给我吃，是不是这样？弟弟可以啊。这做什么？喂鸡。啊，小鸡崽子。对。刚那猪是不是你家的？刚那个猪那么调皮，是不是你家的？是的。我就看像你家的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不知道。因为它活泼开朗。哇，谢谢兄弟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好烫。小名叫什么？我。阿西乐嘎。乐嘎啥？你的外号，人称嘎嘎。是。嘎嘎好听。妹妹，你吃吧。你吃，我不吃，不吃，你吃。我看你肚子估计饿了。哦，不吃，我。啊。不吃。你不吃，你等着吃肉是吧？嗯，对。你让我吃土豆。好的，我多吃点土豆。你们长身体的时候。弟弟给我搞的土豆啊。妹妹，请你吃鸡爪。鸡爪。不吃。没事。可以吃。谢谢。小朋友都喜欢吃。谢谢。你是大朋友。谢谢。弟弟，来，再给你一个。妹妹应该没去过安徽吧？没有，没去过。嗯，有没有出去过？没有。去过最远的是哪里？西昌。已经很远了。Okay. 坐车要3个小时了。对，那边坐车需要3个小时。对，你太调皮了。你的汤了吗？啊，搞个汤呢。啊。要得要得。我煮鸡肉煮熟了吗，妹妹？确定？确定。是来做汤的。哦。我来给你做个汤怎么样？啊？我来给你做个汤怎么样？对。那你尝尝我做的汤。好香啊！好。我来试试。什么油？那我来接水嘛。啊？起锅烧油，放点葱，把油味给它去一下。我是双鱼座，你是什么座？双鱼座，你是什么座？啊？他可能不知道。他是处女座，好黑。你是双鱼座？嗯，我也是双鱼座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怪不得我们这么有缘呢。对对对。双鱼座的人知道吗？双鱼座的人知道。心都特别软。对，我也看过。你也看过？嗯。这个不是看过，就我觉得，我身边所有的双鱼座，他心肠都特别软。确实是心软。但有一点。做事有点，有点就是那个，有点优柔寡断，对吧？对, 对对。你是不是也这样？是的。让你吃肉。这个汤就好了，妹妹，就这么简单。这就好了吧？对。吃饭，妹妹。啊，不错。这个是拿给谁的？妹妹，这妹妹怎么分这么多盆啊？这是给姐姐吃的，吃了嫂子，嫂子，对，嫂子在下面上，对，她在下面抱小孩，好，抱小孩不方便呢，好，来，先给你嫂子吃嘛，这里是我的，这个是阿姨再吃点，吃，啊，你吃，快吃，再吃点嘛，嗯，这是你什么阿姨啊？我叔叔的老婆啊，叔叔老婆，统称叫阿姨。对，我尝一下你做的汤哈。好。你这个流量不大。咸蛋怎么样？啊，挺好喝的。淡了吧？这手艺不错。淡不淡？清爽最主要。喝汤要清爽，多喝点。好。那太实在了，直接拿个勺子给我，直接挖着吃。碰不着，这才叫真正入乡随俗。
是的，是的。这边吃饭都用勺子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用筷子，这换勺。好不好喝？好吃，好吃的啊，吃。好吃的啊，哇，好大一杯，大哥。辛苦了，来来，辛苦了，啊，来来来来，哎呦，干就完了，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，好，大哥喝酒，好，换一次好了，准备走了，也，咱快洗了嘛，咱快洗了，又传了嘛，咱啊，这个炉还会水，可以水这里啊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我要回去了，天黑了，你要走了吗？对，妹妹吃好了，准备撤了。那你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你都没吃。哎呀，我。你减肥是吧？我不减肥，我平时都不怎么吃饭的。有那个。那你走了，我送你吗？有笔什么的，我来给你拿一点啊。啊，我还是不吃了，不吃了呢。我给你拿点学习用品，好吧？学习用品。嗯。希望你好好读书嘛。那太感谢你了。啊，妹妹。啊。哇，太感谢了，反正。拿来，没事。谢谢，那谢谢哈。太感谢你了。谢谢，希望你好好读书。好多的笔啊。对，妹妹，这里一个帽子。帽子。对，下次出来的时候，你看你皮肤那么白，然后房子晒黑了啊，新的啊。哦、谢谢哈。还有这里一件衣服。衣服。是刚好你穿的。哦。非常流行的。很好看呀。到时候你可以穿一下。谢谢你啊。对。妹妹。第一个。这里还有一包米。咱们不能吃饭，不能。这还是不要了吧？这。米拿了。啊，那谢谢。妹妹，这里有两个帽子，帽子，冬天的，特别卡哇伊，非常流行的。太感谢你了，谢谢哈。大姐，你刚刚说这个好吃吗？谢。啊，拿着吃啊。嗯，谢谢。弟弟，那我就不去了啊。这个米你提着啊，你是男孩子，这个大米你把提回去，好吧？真的吗？啊。那你下去了对吧？对，我就走了。下次有空再来看你，好吧？下次应该还能再见。肯定能见吧。好吧，好的，可以的。希望你好好读书，那我就走了。哦，好的，那你慢走。好，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再见。嗯？怎么了，美女？啊？挺有情趣的，骑个车把衣服都挂成这样，需要包吗？不用。哎呦我的妈！真的不需要帮忙吗？不用，我自己可以。自己可以吗？你的裙子都长这样，太难搞了，直接给你撕掉吧，好吧？你用力撕的。不用谢，你看你的裙子都被撕成这样了。还是没有破的，都是被你撕破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撕破了。那你这意思还让我给你买一条？可以，我是好心帮你。那美女，你这个裙子现在比之前更凉快了。你到哪里了？怎么被刮成这样？肥店里面。肥店里？你干嘛呢？我做饰品店。饰品的。对。啊，那我刚帮你，你不意思一下？嗯，那要不要去喝杯茶？奶茶也行。你不会让我赔你这个裙子吧？我看你的裙子，我怕赔不起。见远吗？远我就去。不远去吧。不远了。好，那走。美女，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你姓什么，叫你什么？我叫阿龙。叫你晨晨是吧？对。好，那先我们到你店里面。好。啊，我给你赔你裙子是吧？对。给我买一条。不是，晨晨，这啥意思啊？真要请我喝奶茶？哇，这么高大上哎！我都不好意思。啊？请你吧。你请我吗？那我还要给你买裙子呢，你还请我喝奶茶？这样搞啊，不真的要给你买瓶。那你请我吧。真的要请我到这里面喝奶茶不？对呀、啊，你要喝什么？我还没喝过呢，说句实话，很少喝。你随便给弄一杯吧。哇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百香果的？我喜欢喝百香果。
我平时就喜欢喝白酒，我真的。那就来个小小的啊。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一丛丛，我找不到它一行踪，只看得那个晨晨，你店离这远吗？不远啊。不远啊。这边感觉声音挺好的，这边人流量大吗？对，我今天刚好来这边找门面，然后看到你那个车子刚好啊被绞住裙子了。刚开始看到你的时候，感觉你的防备心理特别强，是不是怕我是坏人？对，是的。但是通过这个相处还行吗？最主要的还是你买了单，谢谢谢谢。就是说我这个记录一下，应该没事吧？视频记录一下，到底有没有事啊？没事呀。啊，好了，谢谢，你先喝。真的，这奶茶你没喝出来其他的味道？啊、嗯，甜的味道。你格外的甜，知道为啥吗？不知道。因为你请的。晨晨，我怎么感觉不对劲啊？是不是带我来给你买裙子了？对。你别逗我吧。啊，这就你的店。买个不要帮忙。哇，你是做这些的？对。啊，做这个什么什么？视频啊，你今天真的好看。嗯，哇，这个大珍珠是真的假的？真的呀。真的，真的你买不起了，太贵了。帅哥，你帮我看一下店。我帮你看一下店。对对，我这么相信我，不怕我把你这东西都挪走了？不用，我这裙子破了，我要去买一条。啊，我的意思你不怕把这东西都裸了？抹了就抹了吧。好吧，那行，我帮你看。谢谢啊。这个小女孩胆子真大，我才认识她几分钟啊，把我带到她店里面，就这么信任我啊，让我帮她看店。大家看到卡地亚的这个，看她不在，我来偷偷带，等一下直接走怎么样？哎呀，没带进去，大家觉得还行吗？哇哦，这刚买的。漂亮，多少钱？要不要我帮你付啊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你就不要后悔啊！别到时候又找我帮你买瓶子。赚钱我看一下，嗯，非常好看啊，挺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才值100多块钱啊？100多块钱，这么便宜吗？对，啊，挺好看的，但是穿在你身上。就相当9900，高贵起来了。嗯，这包不错，不错吧？都是女士的，也没男款的。这个是不是男士的？女士呀，可以买个送给你女朋友。啊？买个送给你女朋友。是吗？对呀。那这个挺好看的。送你。啊？送你。那送你吧，我买过送你行吗？哇，你这戒指很漂亮，卡地亚的。这个很漂亮，这个好漂亮，漂亮吗？这是男款的吧？都能戴，都能戴，我感觉挺适合我戴的。那送你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？送你？真的假的？真送你。大气，我就拿走了。拜拜。就是还可以啊，戴小拇指的吧。可以，你想戴哪个都可以。真的送了？送。那我不客气了。嗯。那我今天遇到你太高兴了，又请我喝奶茶，又送我一个戒指。爱的开花，要么时间太赶，爱情不是总要留点遗憾。多少钱？你能说的太满。没事，开玩笑。多少钱？我给你。这么多？3000？不要这么多。300？
可以吗？可以。这个三百那就送了，还挺好看的，带着玩嘛。没事，我转给你也行。好，下回转。到底转还送呢？转。又不送了。不送了。哪有你这样的？刚说送了。刚才送你，你不要。啊，我就喜欢买。对。这桌子挺漂亮的。这个多少钱？你开价，我都买。三百。真的吗？我给你一千，但是我想要另外一款，比这款土一点的，行不行？有。啊，有。真的吗？一千你卖吗？卖。但我喜欢就你戴的那种，可以吧？那把手伸出来我看。就这个吧。这个可以吗？这个。啊。不可以。一千。两千二也不卖。那就三千二。可以吗？不卖。那你刚说一千都卖，忽悠我。这个太贵重了，我就喜欢死方的一块。我卖手上的很有意义的，不能卖给你。好、啊。不卖就算了。那个晨晨，那这戒指我就带走了啊。那我就带走了。好。送给你的。送给我。对对对。哎，开啥玩笑？你又请我喝这喝那，做生意也不容易。没有，送你没事。我转给你。啊，你把你那个收物款打开。不用了，送。没事，你打开。好吧。过了啊。谢谢啊。啊，不用谢。认识都是朋友嘛，知道我叫什么？叫阿龙。对，记住就行了。很高兴认识你。你看你这还要做生意，不然我都准备请你吃饭。改天吧，好吧，我请了。你看改天我请你。要不然改天我请你吧。改天你请我吗？对。真的吗？对。你看这裙子多漂亮。那行，那改天你请我，我就走了。好，再见。哎，等一下，送你这两个这个。这干嘛呢？护手的。这天还需要吗？需要。那我就收了啊，谢谢。马上天冷了，拜拜。